你别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来了，你给我站住！救命啊！大家，就一个电闪。是，给我照。是，老七，你们看着后边啊，没问题。救命啊！走！班长，你看这么多子弹，至少100发呢。这一下咱可发财了，有这100发子弹，咱谁也不怕了。是吧，老七？是啊，是啊，我们谁也不怕了。哎，那小孩，来，你过来，过来，我有话要问你。来。哎，你不是刘班长吗？赵爷，我一个一个都问过了，一共22个人，只有3个愿意留下来，其他的都想走。才3个人？对，就3个人。指导员，可以理解，他们都是本地人，自然不愿意离开。不过，我有个办法让他们不走。什么办法？你看啊，我们跟他说，我们现在4周都是土匪，一旦落了单儿，落到土匪手里，一准剥了他的皮。我看他们谁还敢走？光靠唬他们是没用的，这墙里的瓜不甜。算了，他们要想走，就让他们走吧。他们这一走，咱们连只剩下47个人了。你不说我也知道。我这个指导员就快变成排长了。马明用的枪拿过来，这几仗你为连队立了不少功，这就算是给你个奖励了。对不起，这我不能。这有什么不行的？你枪法那么好，该有一支属于自己的枪啊。我走了。行了行了，别看了。其实我不想走，可是我一想我爹我娘，他们都在家里等着我呢。我现在是死是活，他们都不知道。你说我要是不回去，他们咋办呢？说的对，你看，弟兄们都有爹娘，能理解。等我回家里头看看家里头，要是没啥事儿的话。我就再回来，欢迎回来。
指导员。吃吧，我不饿。怎么不饿呢？都好几顿没吃饭了，我都饿坏了。指导员，炊事班没粮食了，这顿开了，下顿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吃呢。我不饿。指导员，吃点吧，指导员。指导员，吃点去。哎呀，你烦不烦？我不饿，回去。二十多个补充兵，最后才留下了三个，这让我十分意外。我在想，要是连长还在，就一定不会有这么多人离开。虽然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生生死死，但是他们还是没把我当成自己的兄长，他们还是选择了离开四连。石头，过来。哎，指导员怎么样了？指导员说他不饿。咋不饿呢？指导员怎么样了？还是不肯来吃饭。哎呀，那指导员又闹别扭了，怎么跟小孩似的，老也长不大。指导员是不是又哭了啊？要我说呀，依据现在的形势，人少有人少的好处，反正也没粮食了嘛，对吧？指导员应该高兴才对嘛。王红林，你放屁！李春儿，怎么了？你吃枪药了？你怎么冲我发火啊？你自己看看，啊，你自己看看，咱们连一线少了那么多人，指导员他心里难受，吃不下饭。你跟这说什么风凉话？呦呦呦呦呦，一排长，几天不见有长进呢？啊，知道体贴领导了？你什么意思？你这会拍领导马屁了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说二排长，你们消消火，指导员年轻，容易动感情，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啊。自从连长牺牲了以后，指导员领着我们全连指挥我们打仗，有章有法。反正我是挺佩服的。我也佩服。凭良心说话，咱们可没那能耐。在草河口增援八连，那叫一个有气量；在叶子沟杀猪唱戏扮猪八戒，吓得胡子一个白天不敢进攻我们。扮猪八戒，你们有那能耐吗？反正我是没有，我服。那不叫猪八戒啊，那叫诸葛亮。不懂你就别说。以后你要再说猪八戒啊，索性叫你猪八戒得了。滚犊子！哎，排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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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排长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慢点说。回来不少呢。你个狗日的，瞎咋呼什么？什么回来了？就走量那些人啊！啊！哎，站住！哎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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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去叫指导员。指导员，别吵吵了，吵吵什么呀？回来，谁回来了？有人回来了。
回来了啊，都回来了，你小子也回来了，你也回来了啊，老王下山了。我们大伙一合计啊，我们要是不回来啊，咱连里啊可就真没有多少人了。是啊，你们这一走，咱们四连改成四排都行了。是啊，我们来连里时间不长，这连里的长官这兄弟啊都把我们当自己人了。大伙都说呀，这么好的连队，这么好的长官，上哪儿找去？对，啥长官？说的对，长官，咱们四连就是用这船走。啥也不说了，给我领装备去。走，好，走，领装备。指导员过来了。乡下的丫头，风里来雨里去的，你说这小脸怎么会长得比城里的小姐还要水灵呢？这是怎么长的？呦呦呦，姑娘，你这是何苦呢？俗话说得好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嫁给我你不委屈啊？我们家是苏州的望族，有钱，太有钱了。那么多苏州的小姑娘想嫁我，我还看他们不顺眼呢，我就看你顺眼。不不不，是一见钟情，真的。掏心窝子的话，见你第一眼就拍了张小照，赶明洗出来送你，就当是信物。没事吧？行行行，我帮你松开，你不许再骂人了啊！没见过你这么会骂人的。我扶你起来。哎，烈女，真是个烈女，我就喜欢烈女。现在的小姑娘啊，就是没法比，一不留神就帮你弄顶绿帽子。哎呀，哎呀，王建国姐，你别打我了！哎呦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那么吵啊？长官，那小子自己回来了，吵得正揍他呢。那小毛孩是你什么人呢？啊，怎么自己就回来了？我告诉你啊，不许动他，他是我弟弟。那你嫁给我呀，嫁给我他就是我小舅子了，我小舅子谁敢揍啊？嘿，王八蛋，胡说八道呢。要不你坐起来说，你这么跟我说话我很没有感觉。我扶你起来。别碰我，我自己能起来。把小东西抓过来，快走，小舅子，你回来了。你还是我小舅子呢。林子里太黑了，老虎都是黑天才出来，我不敢进去。你笑什么呀？我要见我姐。行。没问题，少爷，我让王三大去抓那小东西，到现在没回来呢。没回来？是不是这小东西耍什么花样？这小家伙能拿王三怎么样啊？妈了个叮咚的，王三那家伙肯定是趁机开小差了呗。行，进去吧，你姐在屋里等你呢。松手。放。哎。嗯。要求你姐嫁给我啊？那你得给我准备点吃的，我早就饿坏了。行，没问题，去吧。哎，不许耍什么花样啊！去，你看，小舅子有个性。是王三儿，怎么就跑
团长，你看这啥玩意儿啊？这美国步枪子弹，咱这枪都用不了。用不了算了啊，全给你保管。不过没有我的命令，不许开枪，听见了吗？哎，现在出了事儿，我们大家已经都没有子弹了。我们要想个办法，一会儿一下就制住敌人，绝对不能让他们有开枪的机会。听见了吗？听了，没问题。到时候啊，我们的七步跳墙啊，一下子怼上去，不用费一颗子弹，完保叫敌人啊乖乖投了降。我们是好办，就是秀兰和小王，他们能不能把这出戏唱好啊？怎么样，你姐怎么说？我姐叫你进去。啊，真的？你真想娶我呀？真的，是真的。这我前面啊，对你的确有些失敬，那还不就是为了想跟你在一块儿吗？那是迫不得已。我跟你道歉。我不信，你净骗人。以前我们村就有个闺女，就是遇到一个你这样的油嘴滑舌，那男的没几天就跑了。苦了那闺女了，一根绳子呀就寻了短见了。我黄有根是这样的人吗？我不是。我保证你跟了我之后，包你穿金戴银，有吃有喝，打完仗咱们回苏州去，包你出门坐轿子，进去出来都有人伺候着。谁叫咱俩有缘呢？你要是真想娶我呀，咱就得按规矩来了。规矩这得有保媒的，还得下三道聘礼，三道聘礼，这还得坐着花轿啊，在这村里村外转一圈。这村里连个人影都没有，到哪找花轿去啊？还得当三亲六戚七姑八姨面同拜天地。这兵荒马乱的，亲戚哪里凑得齐呀？把这些个规矩都给凑齐了，这得多少日子呀？我今晚就想成亲。不行。这成亲可是终身大事，不能随便凑合。你要是不按规矩来呀，打死我都不从。这办不了嘛？那这别的一时办不了，这花轿可不能省啊。我们村里可有个说法，这新娘子要是不做花轿啊，这新郎官就不得好死。别，干什么呀？你是不是想不得好死呀？别这样，这不让我想想。花轿，哪找花轿去？耗子，哎，嘿，你还敢偷听？你给我进来！我跟你讲，赶紧到村子里找那花轿，就是那成亲的那。你给我装什么蒜呢？这破村哪来的花轿啊？想想啊！哎，少爷。咱不是有头毛驴吗？让新娘子骑毛驴。骑毛驴行吗？毛驴啊，那看你诚心诚意的份上，那骑驴就骑驴吧。哎，不过这驴可得由你来牵。我牵。你看骑驴都行，多好的媳妇儿，有缘呢。赶紧去。浩子啊，这雪怎么越下越大了呀？是啊，媳妇儿高兴啊，真是梦想成真了呀，有媳妇儿了。媳妇儿，这驴也骑了，雪也下大了，咱们赶紧回去成亲吧。急啥呀？这一圈还没转完呢。意思一下得了呗。啊，再说这山里有老虎，天黑了老虎就出来了，危险。你当兵的你还怕老虎啊？正月里来是新娘儿呀。
对，大年初一咱有枪嘛，是吧？是，接着走。你看歌多好听。家家户户团圆人逢喜事精神爽啊！少的给老的拜年啊！对，都别走了，换一首歌，换一首喜庆点的，别老是过年的，换那个成亲的、娶媳妇的那种，喜庆点，是不是好的啊？说你呢，傻了。你看歌太好听，听傻了。你回头你也傻了。呀，四眼连长，哼，儿，把他们枪械下了。是，你放下枪，去。好，还不下驴啊，新娘子？没人扶我，咋下来呀？一会儿我扶你。这用你扶吗？哎，小毛，扶你姐下驴。啊。你过来。帮着说点话。哎呦我的妈！叫你害人！哎呀！春英，老杨回来了，快进屋。坐。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春英，俺想借你用一下。刚才俺跟大姐说了，她同意了。又要抓我的公差啊？这次的任务非常特殊，跟咱们联系的是三三五旅旅长的太太，是个年轻的女的。要是谈得好的话，三三五旅起义的事情那可就是八九不离十了。真的？那可不，这条线我们都盯了好几个月了。关键是我们这些傻老爷们儿，你说去接待一个年轻的女的，确实有点不太方便。所以我就跟大姐说，请你过来给我们帮个忙。县委机关那么多女同志，干嘛非抓我的公差啊？这么重要的任务，俺谁都信不过，俺就信你。这些年你一直搞低工工作，好多情况你也熟悉。需要我干什么，你就分派好了。秦阳，情况是这样的。啥情况呀？说吧。看着我干什么？你快说呀。哎，秦阳，你是不是跟那个林玉生订婚了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青阳，咱俩既是革命同志，又是好朋友，那我关心一下还不行吗？有些事情能问，有些事情不能问。工作的事情是这样，个人的事情也是这样。老杨，你要是真的想知道，你就去问乔大姐，她什么都知道。其实俺不用问乔大姐，俺什么都知道，你根本就没订婚。你什么意思？既然是没订婚，那别人就还有机会呗。干嘛非要订婚？那要不你就是从心里已经定了。老杨，我们还要在一起工作，每天扯这些我根本就无法工作。今天既然说到这儿，我们就把话说清楚。如果今天林云生站在我的面前让我马上嫁给他，我肯定不会嫁。我迄今为止都没有下过这个决心。我是喜欢他，可是还没有喜欢到非要嫁给他不可的地步。他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只是想找到他，想知道他的情况，就这么简单。老杨，我们每天要在一起工作，我只是希望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正常的关系，而不是特殊的关系。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，我希望你可以接受我的意见，否则我就要求调离。啥叫正常的关系？俺就不能喜欢你？现在不能。那以后呢？以后再说以后的事儿吧。那俺现在说说总行吧？你要是老这么说下去，我怎么工作？秋英，俺想跟你说个事儿。要是和工作无关，你就别说了。那还是不说了吧。嗯。大姐回来了啊。
我爹被还乡团给打死了，他们说我爹通共，我家房子全都给烧了，我和毛没处躲没处藏的。我听小毛说了。四二连长，你强抢民女，欺压百姓，该当何罪啊？刘班长，毙了他！把捆起来！站！别停！刘班长，刘班长，快点！你不能杀我呀！你不能杀我呀！我为什么不能杀你啊？我有通行证，通行证，通行证！别信！什么通行证啊？就是欺眼投民通行证，对，赶紧拿着，好，快，在哪儿呢？拿吧，快点，那这儿，是我们指导员给你的，对，林长官给的。那你怎么给撕了？就不小心给弄坏了，后来你看表上了，留着这张通行证，这说明你们心里还是有我们的。这说明你们还没有反动到家，我们犹太俘虏说话那是算数的，啊！哎，我问你，你们村里来了多少人？啊？十几个。一会儿回去，你让他们放下武器。行。你咋让他们放下武器？我就进去跟他们喊，我说你们已经被共军哥几个各好多个给包围了，赶紧投降吧！共军的政策是优待俘虏。对。你一会儿出来。让他们加强集合，其他事儿你们就不用管了。行。哎，把那个摘下来我看看，这个，快点！这个归我了啊。哎，这是鬼子的吧？是正宗的德国货，小日本没这个。国民党的枪就是多哈！哎，还有一个，哎，你看这手榴弹，长得跟甜瓜似的。我看看，孙子，这可是美国手榴弹，个头不大，那弹片可厉害呢，真的。刘班长，哎，洗个手吧。哇，这么多枪！给大伙儿做点吃的去吧。孙兰，你别忙了，我们一会儿就走了。吃完饭再走呗，我那还有几斤高粱米呢。不了，这一带敌人来来往往的，你留这儿不安全。那你们睡觉，我给你们把风去啊。还是百丈说的对吗？我们还是赶紧走吧。这后院啊，关的四连长和那几十个人呢，万一跑了一两个，再把其他敌人给引来了，哎呀！到时候我们的麻烦可就大了。也是。哎，你去通知大伙儿，赶快收拾东西，准备出发。是，去吧。哎，秀兰，你们准备去哪儿啊？我们本来想吧，去热水屯找我舅，但是现在想不去了。你们要留这儿啊？不啊，跟你们走啊。你们去哪儿，我们就去哪儿。跟我们走？对啊，我能洗衣做饭，这毛还能帮你们探探风、捎个信儿啥的。不行，我们随时要打仗，你一个姑娘家，小毛还是个孩子，哪能跟着我们走呢？我们不怕打仗，把我们带上吧。真不行，你说行军队伍里有个姑娘和孩子，那还叫部队吗？我们自己能走，又不用你们背着扛着的。那再说了，那实在走不动了，那不还有只毛驴子吗？那就更不行了。咋了？那行进时候，你一个大姑娘骑个毛驴儿啊？那是打仗还小心回家呀？行，不带我们是吧？那你干脆把我们送给那四二连长算了，反正我们也不想活。百丈，我看这两个娃娃挺可怜的，要不让他们跟我们走上一程吧？那就先跟我们走一段吧，反正现在路上什么情况都有，让他们两个自个儿走，我还有点不太放心。就知道你心眼好，我就没见过这么厉害的大姑娘。来，这儿，哎，你去告诉那个四二连长一声啊，说先让他们睡觉，明天一早就放他啊。啥玩意儿？放了他们啊？咱都走了，咋放他们呢？我那是蒙他们呢，那咱也不能让他看着咱往哪儿跑。那万一看着咱往哪儿跑呢？那你说你有什么办法？
那你给他们绑起来呗，光解绳就够他们解一会儿的了。哎，这算不算虐待俘虏啊？你想那么多干啥呀？没事没事，行，反正我也挨批评挨惯了。胜，你们几个一块儿去，先把他们绑起来。好。哎，记住啊，不能捆太紧啊。知道。走，行，走。我今天开会遇到了一个塔河分区工作过的同志。塔河？对，我跟他打听了林玉生的下落。他说什么？他说在那次塔河战斗中，那个连队的指导员当场就牺牲了。什么？要干什么？这人在哪儿？我要去问他。这人开完会就走了，你上哪儿找他去？这离开会地方还100多里路呢。不，他肯定是搞错了，他肯定是搞错了。程毅。睡着的时候都睁着眼睛，哎呦，哎呦，憋不住。他们是不是撤了？是吗？对，他们肯定早就撤了。集合啊！我先去拉包屎，姓刘的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一定要报仇。我们只能一直前进，去寻找我们的部队。
但是我完全不知道会在什么时间、什么地点碰到他们。我们已经筋疲力尽了，没有粮食，没有弹药，几乎没有了任何战斗力。我们别无选择，只能前进，前进，一直前进。下山了，给部队找点补充。能找着吗？找不到也得找啊，再这样下去大家伙就撑不住了。老包，指导员批评我了，我这人性子急，说话不中听，别往心里去啊。还说那些干什么呢？活一天算一天吧。哎，你们排有干粮吗？给我弄一口好不好？我这肚子饿得脚劲儿疼。干粮昨天就没了。排长，小城的伤口发炎了，实在走不动了。你走不动也得走啊，你先落在后面，落在胡子手里，一准剥了他的皮。那能不能找个村子先把他留下来？哎呀，随便吧，随便吧，愿意留下就留下，反正早晚是个死。那我去问问他自己的意见。你怎么说话呢？我怎么了？小陈的是个伤员，他现在走不动了，我们就应该想办法帮助他。他实在走不动，就是抬也得要抬着他走。哪有你这么吓唬人的？你这么说话的，你个像个干部，我喊什么呢你？你以为我愿意呢？你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形势？要他娘的给我讲形势！现在形势怎么了？现在是国民党全面胜利，我们全面失败，国民党追着我们像狐狸一样满山乱窜。哎我操！哎，你说我们他妈的跟当年抗联有什么区别？抗联怎么了？抗联就是被鬼子追到山里，最后弹尽粮绝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这不一样，我们打的这叫运动战。你懂个屁呀，还运动战？哎哎，都运动到山里来了，运动了好几天咱们吃不上一顿饭，运动的后方都丢了，物资在铁道边全给炸飞了。你没忘我们撤退时候什么样吗？国民党那么多飞机大炮，我们呢？铁路铁路不通，公路公路不通，部队有的往前开，有的往后开。你看那后方人员在铁道边上乱的，全都乱套了。还运动战，这就叫运动战吗？行行行，我不跟你扯这蛋，扯不过。但是，我相信上级。还有，你们五班那个伤员，不管用什么办法，就是抬也要抬着他走。哎，一排长。你管的闲事未免太多了吧？啊，这是我们排的事儿，你管得着吗？你们排也是四连的。四连怎么了？你还不是连长呢？真让老子当了连长，老子第一个撸了你。哎呀，就怕你们家祖坟呐，没这风水。我去你妈！李串，你他妈敢打我是不是？你个王八蛋！我他妈跟你拼了！哎呦我！哎呦我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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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队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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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来！狗日的，站着！过来！打！队长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怎么了？小李和小张脚底抹油，开了小差了！啊！快起来！警戒！警戒！帽子！起来！我帽子！站开！站开！
旁听。小弟，志伟，怎么样？好像是伙土匪，就在前面树林子里边。土匪想干啥？哎，你们是共军是国军呢？你个狗日的，连国军共军都分不清楚，就敢挡老子的道？就说我们是国军，什么玩意儿？土匪都被国军给收买了，不打国军。要说你自己出，大丈夫心不甘命，做不甘事，老子就是共产党。我不管你们是共军还是国军，把枪留下，就放你们走。要想咱们的戏，放你娘的狗屁！对面的，你们是哪个山头的？俺是祁连山二当家的。指导员，咱们。指导员，咱们办一次猪八戒，打他一空城计。那可不行啊，那法太冒险了，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使。我去跟他们谈谈。跟土匪谈啊？跟土匪有啥好谈的？指导员，可不行可不行，土匪什么心意啊？你正跟他谈着呢，他抬手就给你一枪。咱们现在又冷又饿，子弹又少，能不动手就不动手。我先跟他们谈着，摸摸他们的底。二当家的，别开枪！二当家的，我们是民主联军，是共产党的队伍。你在这挡我们道，怕是活得不耐烦了吧？你真能吹牛！就你那几条破枪，几个人儿，你们是不是好几天没吃饭了？赶快把枪留下，我就放你们一条生路。你听说过共产党的队伍有交枪的吗？不交枪你就别想走，就在这饿，都得饿死你们！怎么你这是说笑啊？二当家的，俗话说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我现在是虎落平川，不过我这手里至少还有七八挺机关枪。弟兄们，把枪架出来，让二当家的长长眼。机枪上，机枪给我上，快！你吓唬谁呀？你们都没有子弹了，没有子弹的机枪还不如烧火棍呢啊！他妈的，他怎么什么都知道啊？这有什么难的？一看就看出来了。不能说我没子弹，只能说我这手头的子弹不多。这真要打起来，我放倒你们那边二三十个弟兄，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二当家的，你别不听兄弟的话，要是来硬的，你今天怕是出不了这山口。好家伙，我今天我倒想看看，看见他，咱俩今天谁出不去这个山口。二当家的，兄弟刚才说点实话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你不想要枪吗？兄弟，跟你做笔买卖，我拿一挺机关枪换你五百斤粮食，怎么样？好小子，算你识相。我要两挺。两挺？你不怕撑着啊？啊，一挺机枪换你五百斤粮食，那你已经是赚了。你爱换不换？两挺机枪。就你这么一闪身，我手底下弟兄已经瞄上你了。我的弟兄瞄你没心，绝不偏你左眼。你用不着躲，要打呀，刚才就放枪了，早把你撂倒了。二当家的，你看好了啊！好吧，你先把机枪给我拿过来。那你把粮食拿过来。你先把机枪拿过来。指导员，这是要犯错误。你懂什么呢？那你说怎么办？什么他妈怎么办？打啊！打什么打呀？
你也不看看现在什么形势，就咱们俩这种状况能打仗吗？你又来了，什么什么形势？你这是投降主义。我怎么知道呀？别吵了，别吵了。我知道我是在犯错误，知道错误你还犯。张彪匪虎一直追着我们打，我们不能在这耽误，只有前进，所以必须得过这一关。你肚子饿不？问你话呢，你不肚子饿不？我们手头的子弹也不多，是硬要打我们是能打过去，不过那得付出伤亡代价。如果这时候我们受了伤再跟着赶路，那就是等死。先填饱肚子啊，先填饱肚子。爹，这件事情是我林玉生个人做的决定，如果事后上级追查下来也由我一人承担，和大伙没关系。指导员，你说什么呢？你这是为大伙想，怎么能说跟我们没关系呢？算我们大家的。那指导员说的也对，你说要是能让大家伙热乎乎的吃上一顿，那打起仗来肯定没问题。哎，我觉得指导员说的是真有道理。现在什么形势啊？拿一挺机枪换咱们整个连队的战斗力，你们都再好好的想一想。我看这买卖不亏嘛，一挺机枪咱们再打一次胜仗，把老子夺回来，对不对？换句话，指导员，今天这件事情是我们四连全体指导员共同讨论的结果，而不是你林玉生个人的决定。有事儿我们大家伙一起扛，去让他马上抬过去。是。长官，哎，前面就是方瓜铺子了，你带着弟兄们在这候着，后边的部队一到，带着他们到前边的长渊去休息去，我带几个弟兄进村里去。不多带点弟兄啊？方瓜铺子村啊，这是我过去享清福的地儿，闭着眼睛我都摸到地儿了。翠花，翠花，翠花！呀，不是李大队长吗？你咋来了呢？翠花，把我给忘了吧？我忘了谁？我能忘了你呀？我寻思着你是把我给忘了。嗯。我可是听说你当什么中央军团长了。团长算个球啊，我现在是东北保安第八旅的旅长，堂堂的少将，杜长官亲自委任。那你这不是衣锦还乡了吗？哎，你咋就带这点人来呢？我那边弟兄都在长垣歇着呢，我这得过来看看你。哎，老爸，哎，照顾点啊。好嘞，来，这几个啊。子东，快点劲。你看看，山下有个村子。我不敢了。指导员啊，我有个建议。啊，你说。指导员，你别看了，你听我说一下。指导员啊，你看啊，我们整日的在这山里乱跑乱窜的，哎，就像那没头的苍蝇一样，是吧？还不是碰到土匪，这样可不行啊。是啊，我们只知道大部队在长白山方向。但具体在什么位置谁都不清楚，只能边走边打听啊。哎，你有什么好主意吗？要依我看啊，就现在这形势，走还不如不走。咱们找个村子安顿下来，休息休息，恢复恢复体力，等有了主力部队的准确消息咱们再走嘛。
你的意思是说，暂时先不追赶主力部队？指导员，别怪我打击你啊！咱们上哪儿找去啊？一点消息咱们都没有。你这还不算是打击我呀？啊！指导员，啊，前面山下有个村子，今天晚上住那儿吧。行，你安排吧。哎，不追赶主力部队，是肯定不行的。哎哎，指导员，也不是不追赶呐，指导员。现在不是没他们消息吗？对不对？啊，指导员，你要是听我的，咱们就找个窝子扎起来，跟以前跟地一样，不挺好？你现在动作有严重问题。一路上同土匪的接触，让我痛感连队已经变得如此的虚弱，连队里弥漫着消极厌战的气氛。这还是那个曾经攻如猛虎的四连吗？这样的连队，怕是离崩溃之日已经不远了。哎，你这次是路过呀，还是常住啊？常住。啊？常住？不走了。哎呀，那感情好。杜大官说了，嗯，叫我把我以前的弟兄啊，都搂到了一块儿，把日本人对付抗联那一套啊，再捡起来。我能整多少人，这就当多大官儿啊！哎，我跟你说，现在这嘎达可不比以前了，到处都是共产党。共产党有啥了不起的？共产党人少，中央军人多。共产党用的这是三八大盖，国军用的那是飞机大炮。共产党就是再有本事，那也打不过中央军。你是不知道啊。共产党叫中央军给打的，那是固头不固定啊，专门往那老林子里撂。老乡，哎，老乡，老乡，你别跑，老乡，我们是民主联军，是共产党的队伍。老乡，前面村子叫啥呀？这是方瓜堡子。啊，这些日子，这附近打过仗没啊？没有，没打过。没有。那你看没看到过像我们这样的队伍？以前有，现在没有了。去哪儿了？这些事儿咱老百姓怎么知道啊？啊，部队继续前进，谢谢啊。队长，翻过共军从山上下来了。有多少人？黑乎乎的，哨兵说没看清楚，反正动静挺大，像是共军的大部队。哎呀妈呀，这可咋办呢？慌啥？哨兵都撤回来了吗？撤回来了，队长，我们赶紧撤吧。往哪儿撤啊？那外边的情况这都没整清楚，咱出去了，走过对面咋整？老爸，你说他们是路过呢，还是在这宿营呢？不知道，不过天这么晚了，应该是宿营吧。这就更不能出去了。翠花啊，下午那个地洞堵上没有？没堵，没堵。出了地洞啊，往后山那旮瘩就能跑了。这样，咱们呢就先包在这儿。共军要是人多的，咱们就从这儿撤出去；要是人少，咱们就整他一家伙。妈呀，你们要在这儿打仗呢？说不上好事来了。杜长官正等着咱们的消息呢，老爸，哎，叫个人告诉弟兄们，别睡觉，别声张，听我的命令。是。哎呀，妈了个巴子的，这说来，这还真来了。谁呀？别紧张啊，出去啊，千万把人数给我整清楚。快去去去去！哎，来了来了！快去快去！谁呀？呀，你们是干啥的？什么人呢？大姐，打扰了，我们是民主联军的，给口热水喝吧。我们排长他身体不舒服。啊，正好屋里有热水，那就进屋吧，进屋暖和暖和啊。来，进来。王队长，快进屋。王队长，
王梅子，指导员让你去开个会。哎呦，我这胃疼啊！哎呀，要不这样吧，司班长，你去开吧。哎呀，没关系，去吧去吧。大兄弟，正好屋里有热水，快进来吧。哎，啊，进来。哎，谢。干啥呀？我说，哎，指导员呢？哎，你没来？我来开什么会了？人都到齐了。哎，指导员，对呀。哎，来来来，坐坐坐坐。哎呀，还是屋里暖和呀。哎，二排长呢？我们排长病了，来不了了。病了？他那是闹情绪呢。还排长呢，开会都不来。各班排都安顿好了吧？安顿好了，安顿好了。好。你们啊，要将各自的房东调查清楚。哎，不能住在财主家里边。如果谁的房东是财主，那就赶紧挪窝。我已经调查好了，我们住的都是穷人家。啊，好。那刚才呢，我打听了一下，这个地方啊，没有搞过土改，也就没有建立我们的基层政权，情况比较复杂。哎，指导员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啊，大兄弟啊，你这得的是啥病啊？也没什么别的病。就是小时候家里穷，有上顿没下顿的，把肚子给饿坏了，一饿一着凉啊，这儿疼就揪心。你这是没吃饭呢？你早说呀，我这有鸡蛋烙饼，我去给你拿去啊。哎，大姐，别拿了，别拿了，我们队伍上有纪律，不能随便吃老百姓的东西。这人都要饿死了，咋还不让吃饭呢？你等着，我去给你拿去啊。大姐，大姐，你别。这些日子呢，我们连队一直在行军，不是躲土匪，就是躲追兵，也没能找个地方好好待上两天，整顿整顿连队。到了今天，我看是不整顿不行了。我们四连现在那就像是一滩稀泥，跑步跑不快，走路没精神，干部打架，战士开小差。至于说战斗作风，那我就不谈了。你们想过没有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啊，郑国基，你想过没有？当真是因为缺乏给养，缺少弹药，这不是理由吗？啊，当年的老红军、老革命他们经常碰到这种情况，不一样挺过来了吗？咱们这才熬了几天，就挺不住了。哎呦！哎呀，来，大兄弟，来，快趁热吃点，来。趁热把它吃了啊！来，吃啊！来，快吃啊！你说你们怎么会没有饭吃呢？我呀，从来就没有见过没有饭吃的队伍。你说说起来呀，这不笑死人了吗？先前日本人在的时候，活活的要把老百姓给饿死了，可是。警备大队的那些大老爷们们，照样天天吃香的喝辣的呀。大姐，你这说的什么话呀？我们是老百姓的部队，怎么能跟那些鬼子汉奸比呢？哎呀，那是我不懂，我说错了。这人是铁，饭是钢，这咋的也得吃饭吧？是不是啊？哎呀，咋的？你们打啥败仗了？今天开这个会啊，我不是要指责谁、批评谁，主要是为了想想办法。你们呢，都是连里的骨干啊，回去以后主要是想两个问题：第一，为什么挺不住；第二，怎么才能挺不住。把这两个问题给想通了，整顿四连那就有希望了。指导员，我要提意见。咋的？你还觉得你不够凶啊？我动手打人，那是我不对，我做检讨。可他王红林敢胡说八道，那就是欠揍。我是对你个人有意见。说说。你没有立场，你对这种落后的思想不能坚决地展开斗争。坚决斗争，坚决斗争就是给别人一拳。坚决斗争就是把自己同志当成敌人。你留下，散会。大姐，你们家就你一个人？
就我一个人，我男人前些年就死了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你回来，坐，坐下。我跟你开玩笑呢，我男人出去串门去了，一会儿就能回来。你看，这一杯水都没喝完就要走，你肚子还疼不疼了？来，我想起来了，我那有药，好药，我去给你拿去啊，你等着啊。大姐，你别麻烦了。连长在的时候跟你说过，说只要你李春一个月不骂人，他就向团里推荐由你来做我们四连的副连长。那不是他的玩笑话，是真心话。可是你呢，连长牺牲以后，我一直想着你李春能够站出来帮我分担一些责任。你真的觉得我们四连已经到了山穷水尽束手无策的地步了吗？没有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我就是这狗脾气。其实我知道你挺难的。回去成个队伍吧，暂时开小差，责任在干部。指导员，你放心吧，我们一排那肯定没有一个开小差的。来，岗哨警戒要布置好，这地方比较复杂，交给你了。哎，不管遇到任何问题，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，一定要学会面对、接受、解决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好像是个排长，到现在好几天没吃饭了，好像是没粮食了。他们一共来了多少人？哎呀，这我也没问，我也没打听啊。你说赶紧想辙给我整清楚了。去去去去，那我就等等等，来来来。哎呀，这个赏给你的。哎呀，当家的你放心吧，我呀立马就给你打听出来，你就消停在这等着啊。快去快去啊，快去去去。兄弟，你看我忙三火四的，翻箱倒柜的，刚找着，你看，给你，快拿着。大姐，给你添麻烦了，谢谢你啊。不麻烦，这个药啊可是好药，前些年一个日本女人送给我的呢，我呀一直没舍得用，就留到了现在。指导员。啊。你们排长呢？排长还没回来呢。去哪儿了？那亮灯在家喝水呢。哎，指导员，查哨啊？没有，二排长病了，我想去看看他。哎，石头呢？我让他回去睡了。那我跟你一块去吧。行了，赶紧回去睡觉。你刚才不是还说敌性复杂，最好不要单独行动吗？行。指导员，你咋总唉声叹气啊？大个子，不瞒你说，这几天的事儿啊，给我整没招了。指导员，我已经看出来了。那你跟我说实话，我这个指导员在你眼里是不是不称职？不，指导员，你挺好的，真的，我们全连都这么说。要不是你，
别人根本就没有可能把我们连的战士带的都这么好。真的好吗？连队现在其实也还行。还行啊，都这样了还行吗？出了这么多的事，这上牙和下牙还会打架，牙齿也会咬到舌头，一个连队这么些人，啥人都有，哪能不出点小问题呢？这有人开小差能是小问题吗？如果我是指导员啊，我就把这些开小差的全都扔给一排。指导员，喂，这只是我个人意见。不，没关系。你给我解释解释啊，为什么要把这些开小差的战士全都送到一排？你想啊，这个一排排长没事总嘟了个脸，平时还爱发脾气，没事还总骂人。你要是都把这些战士归他管，我看谁还敢嘚瑟。有道理。看来这问题啊，归根结底是出在干部身上。你说啊，就这么几头算了，我怎么就扒拉不明白呢？扒拉不明白，咱就使劲扒了。啊，使劲扒了，使劲扒了。叫出来！哎，二排长，指导员来了，快出来！哎呀，这几位大兄弟外面怪冷的，进屋暖和暖和吧。不客气了，我们还有事儿。进来吧，进来坐会儿。回排里吧，啊！指导员，我胃疼，我讨口热水。我讨口热水喝，讨口热水喝。哎，指导员，我胃疼，我你们慢走啊。讨口热水喝。打听到了吧？哎呀，都闹挺死了！我刚要打听，就来一个当官的把他给叫走了。啥官啊？好像管他叫什么？指导员，指导员，那就是连长吧？看来共军至少是一个连的兵力。哎呀，当家的，我说这仗要不能打就别打了。你说这一打起来，这方瓜铺子村都得跟着遭殃倒霉呀！你老娘们家家懂个屁！不打仗我吃啥？杜长官能把白花花的银子、黄澄澄的金子送给我呢？不打仗。喝啥用啥，挺精明的人，这怎么变成二百五了？来来来，天气太冷了，趁热快喝一碗。大哥，你太客气了。嗨，穷人家里也没什么好东西啊，这点高粱米啊还是自己种的，也不是值钱的东西。真好呀，香啊。啊，哎，嗯，你别光顾自己喝，你把我这碗呢给二排长送过去，他喝完胃能舒服点啊。哎，别撒了。哎，指导员，你怎么不喝呀？啊，我们有个同志啊，他身体不舒服，就把我这碗给他送过去吧。我再给您盛一碗。哎，别别，大哥，来来来来来，你坐下，你坐下，要喝我自己盛啊，我不跟你客气。你请我们这么多战士喝高粱米粥，自己家里有地啊？自己家里哪有地啊？租了东家十来亩地种点高粱。那这租子该怎么算呢？四六租，东家得六分，我得四分。哎呦，那这租子可不少啊。哎，按道理说东北地多，这租子应该比关内的低啊。这是日本人在的时候定下的规矩。东家有个亲戚当时在日本警备大队当大队长，是他定下的规矩，后来日本人走了，这规矩也就回不去了。哎，指导员。哎，干什么你啊？究竟怎么回事？他又去那儿了。谁呀？谁又去哪儿了？二排长又去那女人那儿了。他又去了，说是去拿药。这个王红林，他到底想干嘛呀？他来了来了。谁呀？啊，是我。呀，是王排长啊，快进来吧。大姐，您刚才给我那药啊，我落这儿了，您给我拿出来了。我
放屋里了，你快进来把药吃了啊！不，我不进了，你给我拿出来吧。你进来吧。你给我拿出来吧。你怕啥呀？我一个妇道人家，我还能吃了你啊？进来吧，啊，进来呀、啊！哎呀，看你外面怪冷的。那个女人啊，叫张翠花，她男人原来是日本的警备队大队长，后来打仗时候给打死了，都说是吕哲给放的黑枪。吕什么？吕哲，那时候他是副大队长，这原先大队长一死，他当了大队长，这张翠花就成了他的女人。这个吕哲可不是个好东西，他当警备大队长的时候，那不知道杀了多少人，看谁不顺眼就说谁偷抗联，真不是个好东西。哎，这个吕哲后来去哪儿了？鬼子走了以后，他就带他人马投了中央军，听说还当了中央军的团长。哎，你知道这吕哲是谁吗？你认识啊？你记不记得我们在666高地的时候碰到过一个国军的四眼连长？记得。吕哲就是他的团长。啊，不会吧。指导员，指导员，吕哲回来了。他回来了？对，有人看见他进了张翠花家。这消息可靠吗？可靠，我们村老驴头跟我说的，以前他跟吕哲挺熟的，应该错不了。就是现在走没走我就不知道了。他带了多少人吗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，我问问老驴头去。麻烦了。没事。哎，老叔。指导员，怎么办？我估计啊，这个吕哲现在就在张翠花的家里。这样，你通知班排长到这儿来集合。是啊，哎，手脚轻点，别给我整出响动来。知道了。